你平时有啥兴趣爱好？就兴趣爱好比较广泛了。你有什么出圈的事儿吗？每一部作品都很出圈了。啊，每一部作品都很出圈。每一部作品。你作为一个女演员，你觉得你现在坐姿好吗？不要在意姐的坐姿了，烦死了！不要说这种话。你真的了解你演的这个人吗？啊，也差不多，也说错了吗？也差不多。你有孩子吗？有啊，大小姐。你看看姚姐的表达姐的表情，你看大小姐的表情。对不起，姚姐，我对不起大小姐。大小姐在她的心目中，姐的每部作品都很出色。我昨天晚上回去就想，哎，好像广志的微信没有加，我觉得没有必要的。不加了。对不起，大小姐，连本人都没看出来。可是她自己没有不这样说话。她有一点点那个小。